晚上好，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我可是学过擒鸡拳的人，就是觉得很神奇。就是我来的时候嘛，就是 "Hello，好久不见”，你想你想你想我。这个刘海是我今天自己拿那个剪刀剪的，就是，而且我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一不小心把自己这里剪了，剪秃了，就是这么长一绺都剪掉了。幸好我是短发，可以掩盖。嗨。哦，那好吧。耶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嗨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这个温度一高，然后我的眼睛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就眼睛都很干涩，长得像孙悟空。你怎么知道我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？谢谢。拍拍起，就在上海。现在在就是房间，在酒店。说我像猴子，可能是因为我太瘦了吧。就是这个酒店，它这个灯光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房间灯光就紫色的，总。在等，在等北北，他应该也快到，他到了之后我就关了，就去吃饭。哎，你这个人不是主题酒店。北北在路上，快到了。不不不，就是这个酒店，就是它这个灯光就是非常的，我给你们看，它有各种颜色的光，有三种。等一下啊，哎，等等，哦，等一下再说吧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紫色的。我刚刚就是突然坐着坐着，它这个光就变成紫色的了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套路的贝贝。因为我就是，没错，你没看错，这就是情侣酒店。有吗？我觉得这个光很刺激啊。我觉得，就是我是一个，当时我一个人就是看，因为我就转机嘛，然后就是从我们家那边，就是从山西那边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。直接到北京，然后我就说那25号才公演，然后我就因为一前一直没放假嘛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多申请一天，就是多待一会儿吧，多玩一天，然后就从我一个人就到了杭州，杭州之后，然后我想了想，哎，北北好像在杭州，然后就是，然后就跟北来就是上海了。是不是有优惠？什么优惠啊？就是其实我，因为我觉得就是，自从我上次有了就是住在那个
如家汉庭，然后钱也差不多，然后同晚上还有就是那种包小姐的名片塞进来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还是就是选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吧。这个灯光名字叫巴黎。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你们就假装你现在我们在巴黎。我觉得快捷酒店。晚点，你这个人干嘛？对，很好，你很有品味，对，很梦幻。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，哎，抓住小燕，咦，抓，你到北京了吗？抓住。一，你到北京了吗？当然有对标了 我不在中心，我要在中心，怎么可能有这么迷幻啊？就是我现在巴黎，开玩笑。不，我在你心里。没想到今晚我住在 KTV 包厢里，你有毒！是同期生啦，我们是一级的，你这个人，我在你心里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就回去，就该被黄子璇杀了。还希尔顿酒店呢，溜了溜。拜拜，还希尔顿酒店呢，打扰了。希尔顿是真的住不起，太贵了。我记得当时是，在那个我们当时是面试的时候在希尔顿，然后就是。很多，当时就是看着觉得那个酒店真的好好，然后觉得，但是他那个，我觉得其实，但是这种酒店不在我们的，不在我的，不在我们的，就是消费范围之内，不存在。好了，我要关了。你别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就是为了让我逃，就是让我就是一气之下说出我在哪儿住，哼，想都别想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我要去吃饭了，贝贝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晚上见，晚上我会再开的。